江宏杰。哇！保持在最佳状态之外呢，我平常会特别保护眼睛。眼睛。对，因为我平常用眼量其实是很高的，我要盯球，再加上我平常可能跟大家一样，私底下很喜欢用三 C。嗯，很喜欢用三 C。所以就有时候会感到眼睛疲劳，这时候我就会特别保护眼睛。特别保护眼睛，其实也是因为桌球，其实那球速移动真的很快速。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全神贯注，用眼就已经是比较疲劳了。但是呢，三不五时还是拿起手机看一下，哎，老婆有没有找我？小宝贝现在的状况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所以眼睛呢，其实也是小杰平常呢会去保养的地方。那么想要问一下小杰，既然就是眼睛平常会保养，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小法宝、小配方可以分享给我们现场的朋友？我觉得如果是像我长时间用眼的话，我会适度的让眼睛休息。然后，但会搭配美舒玉蒸汽眼罩，是可以让眼睛更深层的放松。更深层的放松。好，那么小杰呢，担任我们美舒玉就是代言人呢，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。在之前呢，我们的经典系列里面，或者是呢，我们这次推出的探温舒心系列里面，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味？最新推出的探温系列，探温我喜欢艾草的味道，艾草的味道。平常呢会怎么样去舒缓自己的疲劳，或者是舒缓你老婆的疲劳吗？平常就是会，当然一有时间会带家人去旅行。旅行。当然我也会，因为你知道，小孩子其实照顾小孩子蛮辛苦。对，而且尤其是你平常的运动量又已经那么大的情况，所以就到晚上时间呢，就赶快把小孩子哄睡觉，然后就会默默的自己撕开美舒玉蒸汽眼罩。帮宝宝。没有帮我自己哭，对，帮我自己哭，对，然后睡前敷热敷20分钟，确实可以达到更快速的入眠，而且很放松。那当然，我也会替老婆准备嘛。